这什么？我发明的叫方便面。方便面？肥猫告诉小伙，这是自己在煮面时一不小心将面饼掉进热油锅内，扎的一声，面饼就变成了这样，而且吃起来也非常方便，只需用热水泡过就可以吃了。不用开火啊？当然啦，不然怎么叫方便面呢？而且现在方便半夜三更肚子饿的时候啊，它最好了，是无与伦比的佳品啊。说着他就给小伙示范正确吃法，首先将方便面放到碗内，接着再加入热水浸泡，最后盖上盖子焖上几分钟即可。我还想发明一种预先混合的调味料，和这个面呢配套卖出去，我想一定能赚钱。没想到肥猫还挺有生意头脑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二人赶紧躲到一旁，原来是有个御医半夜肚子饿，偷偷来到御膳房找吃的，巡视一圈后没发现有什么，便驻足在了方便面面前。可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种玩意，以为是还没熟的面，只好灰溜溜离去。肥猫见状吐槽，他就跟只狗一样，正打算享用方便面时，小伙却让他别吃。宫中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只要他动过的东西啊，千万不能吃啊。哦，他碰一下就不能吃了，我疯了。原来刚才那位御医不仅医术了得，下毒的技术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但凡他碰过的东西，用手摸一下都会死人。肥猫被吓得将面条撒了出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宫女莲香带着肥猫的干女儿进了宫。珊珊因刺绣十分漂亮，便被太后留在了后宫。二婶还让珊珊带个椰子给肥猫。珊珊问她那么大个椰子要怎么做。哎，委屈啊，在外膳房有好的材料都到不了我的手，想煮些好吃的都难，只有看着这个椰子，我已经想了好几道菜出来了。从珊珊口中得知，她在宫中处处受到莲香的照顾，于是肥猫决定做个椰子甜品感谢她。夜晚莲香看见如此精致的甜点，感到十分惊讶，珊珊还不忘在她面前吹嘘肥猫的厨艺。接着莲香就上手吃了一款，味道果真不一般。这时太后正巧路过，见她平日很爱干净，今天却用手拿着糕点吃，询问这玩意味道怎么样。做糕点的人说，这是南洋食品，要用他们的方式来吃，才能吃出风味来。是吗？嗯。说着太后也用手拿着糕点吃上一口，入口瞬间感觉又香又滑，且里面馅料十足，声称这是自己在皇宫吃过最好吃的甜点。于是莲香便趁此机会将肥猫引荐给太后。你还会做很多甜品吗？多是不多了，大概会做一两百种啊。见他会做那么多甜品，太后不想浪费人才，当即让他从御膳房调来慈宁宫，以后便负责宫中嫔妃们的各种甜点。肥猫听后一百个愿意，隔天就过来问各位妃子喜欢吃什么糕点，岂料这些老女人巴巴个不停。肥猫本以为他们都非常懂吃，不料却提出要吃红豆沙。肥猫觉得这有点不入流，甚至认为有点大材小用，回到厨房就抱怨了起来。为了发泄心中不满，他居然在里面加了猪油，且每天都是如此，搞得各个嫔妃日渐发福。我好像也胖了十斤。哎呦，太后也胖了十斤。于是太后让肥猫不用做甜品，为了考验他的厨艺如何，让肥猫做几道家常菜出来看看。太后命你十日之后准备一桌酒菜，以供太后和皇上享用。肥猫知道表现的机会来了，如果这次能让皇上吃得开心，自己的前途定会一片光明。